各老师各同学，很荣幸在这里，我应，谢谢何英。OK，那我就坐下来讲了，好吧？因为一个是为了他这个声音，还有一个今天稍微有点疲惫，就有点体力，好的吧？然后很荣幸的跟大家分享我们一些工作吧。今天报的题目啊，就是根据我们这个 workshop 我来准备的，就是讲讲华东地区的那个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的实践。我不后面能听到吗？我们那个徐总，好的啊。因为时间关系啊，我可能东西准备会比较多啊，但我可能大概讲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啊，后面要留给刘老师啊，所以到了9点钟左右，刘老师要提前给我点暗示啊。那么这个工作。其实跟我们这个村直接相关的，我看了一下，我们这个村也是第一批的国家级传统村落。这个可以用。麦克风吗？喂，这个声音好像有点，反而会很大啊，能听到吗？可以轻一点。有杂音很大，这个还不如不要了啊。如果你那个往回转。好，对。好的啊，没了就没了，没关系啊。我们先讲几个概念啊，就是。我们大家平常听到很多有传统村落之前，我们会有讲到这个原来叫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然后还有古村落，对吧？其实我们讲到历史文化名村呢，我们这样会想到，比如说安徽的那个宏村那一个系列，包括我们浙江兰溪江的那一些系列，这个非常棒。所以那个是非常好的一批村落，我们叫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村。但那些村其实已经我们想很少了，那么其实我们量大变广是一些像我们这种剩下报这样的一个村落，就这批村落怎么保护发展，其实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概念叫古村落，我们以前会讲到，其实古村落通常我们认为是明清，是吧？那个时候之前建立的一个概念。所以古村落，历史文化名村很少，是吧？然后呢，那其实普通的村，我们怎么保护啊？其实对我们那个文化的传承，可能同样具有重要的一个价值和意义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叫国家级传统村落产生的一个背景。什么叫传统中国传统村落啊？大家看一下啊，其实它有一个定义的啊，不是很老，大家看一下啊。 它其实是从1898年以前建立的啊，大家想一下啊，所以这个概念是那个住建部他们给的啊，因为当时出了一个办法啊，声音有回音吗？可以的啊，所以你看它不是一个很老的概念啊，它强调的是有一定的历史的这个时间沿革，然后有一个这个聚落的格局，有传统的风貌。 还有一些非物质的文化的遗存，所以它强调这些一些内容的，实际上简单讲，我们三个方面，就是你的格局、你的建筑和非物质文化遗存这三块来进行一个基本的一个判定，就这个是整个工作是从12年开始的，12年就是我们住建部还有文物局财政部四个部委联合来做这件事情，就来拯救或者保护这种。 不是那么典型的但也有一些传统中建筑和文化的这种村落。那从12年开始第一批到现在的是第六批，在过去11年的时间里面，总共评选出了8155，这个第六批是我们前不久应该刚刚公布的。大家看这个数据也是很好，很有趣，对吧？刚开始是很少的，只有几百个，646。 我们的三下报应该就属于第一批的中间的一个，就刚开始很谨慎的，然后慢慢的增加，我不知道为什么到了第五批的时候突然就变成了2000多个，但原因可能有多个，第一个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下子申报的数量极大的增加，因为前面大家看到了申报它是有你拿这个title是有一定的支持的。
据说大概比如说是有这个类似啊500万，比方这样一个支撑啊支持啊啊，当然地方会有配套的啊，这500万是从我们那个四个部委来给的啊，所以他会给钱，而且不用很重要，他会给土地的指标啊，这个我们后面会讲的啊，就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一个瓶颈是吧，一个制约啊，它这个土地的指标啊啊，那你拿到这个传统村落，它是有土地指标的一个支持的啊，所以后面可能就申报人很多。啊，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可能啊，就感受到了我们这种村落这种消亡或者损坏的速度啊非常之快啊，所以国家是也有意啊，我们想多做一些这样一个世贸的一个工作啊。那么第六批是我们前不久的啊，是有1336个啊。那么从这以后可能国家就开始整个就告一段落了啊，就整个现在做的工作是叫传统村落叫连点成线成片的保护啊，就换了一种策略了啊，因为大家觉得单个可能已经做的差不多了啊，现在做的是整个连片怎么来发展啊。这个工作背后其实我们像那个罗丁老师啊，就是唐宁都非常熟悉的啊，他是里面的一个专家组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成员啊。那么回到我们整个中国的版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它传统村落分布是不太平均的啊，绝大部分分布在浙江福建然后江苏啊，大家看一下这些区域啊，那我们这个区域叫我们整个叫华东范围啊，华东就是我们这个叫六省一市啊，如果加上台湾地区的话实际上是应该讲七省一市啊，那么华东整个就占了2388啊，这个数量超过了四分之一啊，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就大家通常会认为经济发达的地方好像传统村落保护了就会不太好啊，它就被毁掉了被拆掉了被重建了啊，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你发现啊经济越发达的地方传统村落反而越多啊，但我觉得原因是各种的啊，一方面它人就多对吧，村子也多啊，然后它的经济也发达啊，所以它可能也是有关系的，还有它申报的积极性也很高啊，所以多种原因啊。那总的来讲有华东地区数量确实是多的啊。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哎呦这个看着有别扭啊，就是要老是歪着脖子啊。所以整个一个概况啊，就华东地区我们就回到传统村来讲啊，第一个它的数量很大密度高啊，大家看这个图对吧，那个红点你能明显看出啊，我们浙江我们福建。啊，我们这里有从福建来的同学啊，有华侨，有那个福州大学啊，就在中国民居的类型当中啊，其实福建几乎稍微夸张点讲，可以占据半壁江山啊，就从福州到厦门啊，这样可能200到300公里吧啊，但你就包括了啊，从这个土楼啊到土堡、庄寨、大厝是吧？这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这种民居啊，所以福建其实是整个啊，我们讲从传统民居到传统村落的一个大户啊，密度很高啊。然后这块又整个来讲是相对啊，它是一个文化啊，就是讲我们讲是一个汉族文化的啊这样一种区域啊啊，那背后就是这种宗祠啊，所以我们在安徽啊，到处看到很多宗祠啊，包括我们这个村是吧，我们也有图氏宗祠，就在我们的村口啊，宗祠是一个村里面，往往是一个我们讲是一个。定海神针啊，它是一个具有一定神性的一个地方。然后另外一点啊，华东地区它的经济因为比较强嘛，所以它这个实践的案例会比较多啊，就特别真正能够建成的、落地的啊，有一定品质的啊，从建筑到村落的这种保护啊，案例会比较多啊，所以这个是走在全国的一个前列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会讲今天讲华东地区的啊这样一个原因啊。那直接的我们的内容是源于大约3年，实际上4年以前啊，我们来自于建设部的一个课题啊，就建设部当时已经做了5批了啊，当时是6000多个啊多个啊，就花了我不知道全国是花了几百亿吧啊，就能够花这么多钱啊啊，那当时就想哎说到底这个钱花了之后我们取得个什么样的效果啊，所以当时就委托了我们各个片区的高校啊来做一个调研啊，那我就很荣幸啊，我们来进行华东地区的一个片区调研啊，所以当时我们就选了重点就选了3个省啊，浙江、福建和安徽啊，因为这是最多的啊，
每个省选了两到三个村啊，进行详细的一个调研啊，当然我们从面上调研量会更大了啊，就以此来看一看到底这个村落保护中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啊，一些好的案例啊，一些经验啊，值得大家来分享的啊，所以这是当时我们这样一个工作的一个目的。那么时间关系啊，我们快速的就讲一下啊，回到经过我们调研，我们可以概括出这么几种类型或者模式吧。我们这里有六个案例啊，其实不只是六个案例啊，其实背后有一些是有好几个村的啊。我们可以概括成这么几种类型啊，第一个我们大家要讲一下浙江啊，因为我们现在就在浙江嘛，在金华。浙江的乡村当然就要讲松阳啊，其实松阳放在全国来讲都是一个值得讲的村落保护的啊，包括历史建筑这种修复的一个模范生啊，值得全国民来学习的啊。松阳经常自己他们讲的啊，原来的县委书记王俊啊讲的是叫文化引领下的一个乡村振兴或者乡村复兴啊，当我们这里把它稍微具体了一点啊，我这里写的是叫政府主导下的啊强化乡村集体经济以百姓收入的啊松阳模式啊，但不一定合适啊。罗定老师在两年以前的建筑学报啊，因为建筑学报做一期专辑的啊，就叫松阳路径啊，罗定老师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啊，当时开玩笑，据说也是建筑学报发表的最长的文章，大概有六个还是几个版面啊，很长的啊。他提了三条路径啊，什么三种战略啊，三地的战略，什么文化的战略，什么什么什么战略啊。但我们今天这里讲的可能是从一个经济的一个角度啊，这个待会我会解释啊。那第二个是一个叫星光村啊，这个也是我们金华的，金华浦江啊，星光村啊，浦江县啊，那这个村它很特别啊，那我们写的是叫政府引导结合市场发展的啊乡村旅游经济的星光村实践啊，就它真的是一个公司在运营。声音啊，我们在跟老师也许都去过的啊。第三个是浙江彰吴啊，这是我经常自己会讲的，也是我自己，我们和我的小团队，我们在过去大概十几年时间一直在这里面啊跟踪的啊，在这里面工作啊，跟踪啊这种陪伴式的啊这样一种设计实践的一个点啊，很多老师开玩笑啊，这是我的彰吴，是我的个人的人设啊，这是那个胡大啊，那个卢建松老师讲的啊。那我们这里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重点是讲作为一系列的公共的基础设施，小微的公共基础设施来改善当地的一个居民的生活因为它这里没有特别好的旅游资源，是吧？主要是为村民自己来用的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式啊。但那个村也是历史化名村传统历史传统村落因为它背后主要是它那个格局保护得很好老房子只有两个。但整个村子的格局就是它历史上讲叫八府九弄十二巷，保存得很完整所以你在里面走所以它的房子新的但你在里面走依然会有一个浓烈的强烈的一个历史传统的那种氛围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传统村落它的标准，对吧？它就强调格局建筑非物质三块并存的第四个是我们那个福建就是平南那么它叫政府领衔下的这种文创主流乡村就它是艺术家介入乡村的一种工作的一个方式抱歉第五个是我们在也是福建在福州边上有个县叫永泰县这个是我们叫以一个事件一个会议作为事件来进行乡村振兴的一个探索最后一个是我们在安徽叫上村和万建村这一个是属于鸡西一个是属于潜山两个县这是中国城市规划院叫中规院他领衔的叫实际上是社会学家在领衔的一种乡村振兴的探索抱歉所以大家看这个标题你会发现我们用的词语是不一样的有的叫
模式啊，有的叫路径，有的叫实践啊，有的是叫探索啊。它背后你看到啊，就是像一个模式，它具有一定普适性的意义，是吧？实践探索可能还是一些个案的一个呈现啊。但我们也是调研，是希望我们既能看到这种有普适性的依据方法，也有一些非常有特色的啊这种个性化的一种做法。而且你会看到这里面背后的，如果说专家来讲的话啊，其实整个都是中国一定都是政府主导的。我们虽然讲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我们讲特色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其实基本上都是肯定是政府主导的啊。但专家的团队他会不太一样，有建筑师，有规划师，有艺术家，有那个市场，有资本啊，然后有社会学家啊。所以你看到啊，在乡村复兴或在传统村落保护背后，它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啊。这样一种我们讲一种方式。好的，我稍微我们每一个类型稍微我们细致展开一点点第一个我们讲松阳是吧？松阳能讲东西会很多很多今天我们讲的只是讲一点就是它的怎么来强化乡村的集体经济和百姓的收入从这个角度是吧？因为我们现在讲叫共同富裕对吧？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要共同富裕。所以这块讲，松阳很早就走在前面。大家回想一下那么最早的我们讲是 1.0 版本，叫平田村。抱歉平田村实际上是一组简单讲是一组民宿。最早这个是可能是2015年就八年以前，也是源于清华大学跟港大跟早稻田国科大现在叫他们一个研究生的工作坊的教学也是当罗老师他们跟黄文老师一起在做的当时我是参加评图那个时候去平田村说实在话，我觉得这个村是很有特色但我个人不太相信它会振兴。我完全没想到它是今天这样的场景大家回想一下，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那天去开车很长，将近四个小时我觉得这么遥远也不通高铁是吧？太不方便了。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其实它发展得很好平田村起源于就是它有一个小江当然可能年龄跟我差不多了很抱歉。就缘起这个小江当时小江他是原来的村支书的儿子所以他当时很有远见他回到老家，把他那些亲戚他自家的房子都以很低的价格租下来了10年15年然后开办民宿然后邀请了我们郝庆老师进行设计这个左边第一幅就是个清华的徐茂元老师，邀请了清华的徐老师、港大王仁老师和央美的侯伟老师我们讲一批明星建筑师吧，每人做了一栋所以民宿作为一个起步当时我不知道加上各种机缘巧合，一下子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只能这样讲那从这个民宿开始就那这个村里就成立了一个叫北大荒的一个合作社就卖高山的这种蔬菜萝卜但总来讲那个是以个人资本来介入的以做民宿经济作为起步的我们讲这种 1.0 的版本那到了 2.0 是吧当时的那个县委书记叫王俊就他就在想个事情他说这个村民或者个别村民是富起来了怎么让整个的村集体要变得富裕当然背后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整个浙江省在做一个什么事情呢？我们叫削薄行动削除及消除集体经济薄弱这样一个行动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我们讲乡村的我们叫千万工程什么美丽乡村建设等等那村民普遍是富起来了，我们讲浙江来讲但是村集体经济没有长进那村集体没有钱其实你村长村支书村主任说话都没人听对吧然后村里的公共的服务你也提供不了所以当时政府一个行动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大做强村集体经济
所以整个叫全省我们叫消泊行动啊，这是个全省的一个计划，大家可以网上可以搜一下啊。那么回到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啊，那么松阳他们会探索啊，说怎么办呢啊，他们能做什么事情是吧？后来就说，哎，那我们要发展地方的啊这种一些特色的地方产品啊，把它高品质化啊，所以做了各种工坊系列啊。这是就是这个很多我们讲的建筑师徐天天做了很多事情啊，什么豆腐工坊啊、油茶工坊啊、红糖工坊啊，这是做了一系列的工坊啊，所以这个背后其实我们培养一位非常优秀的啊建筑师啊，所以徐天天那个工坊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个诞生的啊，所以通过这种工坊，实际上它一方面就带动了村集体一个经济啊，其实它也也让村变得富有了啊。所以这是一个2000，那3.0的时候啊，那他们又在探讨说，哎，我们怎么让更多的啊村民啊村集体来致富，对吧？所以他们就在进行一个3.0的一个探讨啊。当时有个村叫上田村啊，那他就发明了提出一套机制啊，就是让村民以房子入股啊，村集体以山林以田地入股啊，然后政府呢啊，他投入了这个流动资金。啊，这种各方啊共同来经营啊一些民宿啊，上田村是整个老村子把它集体的啊这样一个我们讲所谓的打包做成一个精品民宿啊，所以那这样它的收入就是各方共享的啊，就是村民村集体啊来共同的分享这个利益啊，当他村是当想的很好啊，说希望这个运行依然也是由村集体啊来进行。啊，但后来发现是有难度的啊，最后还是找了专业那个团队啊，啊，但你回到整个我们讲经济这条线，你会发现啊，它是逐渐在升级的，是吧？这是背后整个政府的一个理念啊，就从一个个人的资本是吧，到整个做强集体经济啊，然后到我们村民跟集体共富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讲乡村复兴啊或者乡村振兴背后的一个松阳的一个逻辑啊，其实这块我觉得它非常值得讲的啊。当然背后还有我们讲老屋的修复啊，他在文物局的支持下修复了400多还是更甚至更多的一个老屋啊，他背后有一套法则，非常他叫四不法则啊，我具体我都说不太清楚了啊，所谓的就是不出图，不招标，对吧？还有什么我突然忘了啊，想不起来了啊，因为这个大家知道我们讲老屋的修复啊，它不光是个技术的问题啊。因为它是依托工匠来做的一个事情的啊，就是我们在村里看的老房子，对吧？它不是简单的说你去发布啊，因为工匠是看不懂图的啊，所以你出图他也看不懂，对吧？啊，工匠他就按传统工法来修嘛啊。但如果你这是一个政府投资的项目，你一定要招投标的啊，你不招投标，你怎么保证这个过程是可以经得起审查的了，对吧？但松阳他设计了一套制度啊，他可以不出图，不招标。啊，那它背后是有一套法则的啊，它培养一套工匠，啊，就工匠是认证的啊，所以因为他讲传统工法来修嘛啊，所以它是可以不出图了，对吧？然后它有一套工法啊，所有东西它是这个通过拍照啊，就是比如我修一个柱子啊，你先要拍它的原来是什么样的，然后修复后是什么样的啊，然后柱子用了什么材料啊，需要几个我们叫工人叫几个工，对吧？一个工比如说一天300块啊，或者400块啊，这个是有行规的啊，所以他通过一个实物来倒过来算你的价格啊，所以他可以不招标啊，因为他可以全过程可以还原，可以你去审查啊，所以这是松阳他们做的啊，当然这背后是有风险的啊，其实背后是我觉得是主要他有一位非常厉害的啊，敢于有担当。有责任感的一位县委书记啊，在做这样一个事情啊，而且他背后制度非常有意思啊，就他因为老屋修复是他不是说全部给你承担所有的费用啊，政府可能承担了大概50%或60%的费用，另外是40%啊，一定要村民自己来承担啊，这也是他一个制度的设计啊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山下报是吧，其实也有可能是借鉴的啊，因为你全部由政府来修的话。如果你主人不参与，他其实真正很难实现啊这个老屋的一个复兴啊或者再利用的啊，所以主人一定要承担部分的内容，而且松阳规定是你
你 总价越高，政府承担的越多，对吧？那就鼓励你用最好的材料，最好的工钱工人来做这样一个事情。我觉得它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制度的一个激励啊，就鼓励你都自己多花钱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它一个制度的设计啊。所以大家发现啊，我们老屋的修复其实如果单纯从技术上来讲它是不难的，只要你有钱，对吧，它的房子就可以修复啊。但问题是你怎么设计一套一个制度的一个架构，让村民能够参与进来，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啊。所以这是松阳为什么可以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第二个我们讲新光村的啊，就是浦江的啊。那这个村的特点是什么呢？我觉得有几点啊。第一点啊，它这个村很幸运，大家看右下这张图啊，它其实是我们很早讲的啊，现在讲的叫连点成线啊，成片来发展的一个案例啊。它很幸运，旁边有几个网红的点，网红村啊，包括一个玻璃栈道啊，这样四到五个啊网红点啊，共同构成一个片区啊，所以它可以打包来经营啊，所以它可以吸引足够的游客量啊，大部分游客啊，这是一点啊。然后这个村呢，它整个大家看上面第二张图片啊，中间有个很大一组房子啊，这个、跟我们有点像啊，是一个大的地主，不能讲地主啊，是一个大户人家的一个庄园啊，保存得很好。那么村集体很早就把它整个资产啊产权流转为村集体的了啊。那它旁边就是新村建设。大家看左下这个有条河，河的左边一组白色房子啊是新村啊。右边是老村啊，左边的新村是我们的前系主任罗新平老师设计的啊，罗老师设计的啊。那这个村它一个很亮点啊，有几点啊。第一点就是它整个村的经营是委托给一个第三方啊，就是这个老屋的修复啊，老屋的利用啊，因为大家我们发现老屋修好之后怎么用是个难题，你不知道怎么用啊。我们在书上也看到很多啊，老屋修复的很好，但你不知道怎么用啊，没人去用啊。你也不可能都开民宿，对吧？那他就委托给第三方啊，第三方去开淘宝店，第三方去招商啊，就把它整个做成一个淘宝的一个村啊，淘宝村啊，开淘宝店啊，他身上去选择的啊，这个淘宝的店他也不需要人去值班，因为你想，我们如果在这里开淘宝，你不可能这里派个人，对吧？啊，他就是无人支付啊，你看了之后，你看的东西你就拿走。啊，然后你自己扫码付钱就可以了啊，是一个无人值守的一个淘宝村啊，所以我觉得它很巧妙啊。所以你现在去淘宝去那个庄园里面看啊，你看到感觉像一个博物馆，也没有什么人，是吧？就是博物馆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展品啊，那些展品其实就是淘宝的店主他的一个卖的商品，你看中了就可以拿走啊，但你得付钱啊，你得付钱啊。所以他把整个这个，这是他的一个通过第三方平台运行这样一个工作啊，因为他主要这个地方不缺游客。啊，游客量足够多啊，所以大家正好可以去参观，旁边还有房车的一个基地啊，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经营上很有特点啊，我去看过啊，总的来讲感觉真的非常棒啊。那另外一点我就是在讲的啊，就是我们讲它的一个这个如何建新村啊，因为这种老村的保护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土地指标，对吧？像我们的山下豹这个村，如果你老屋要修复啊，要利用，要开民宿，开博物馆，开什么？那些主人他就向你提要求啊，说我要建新房，对吧？那你有没有宅基地啊？怎么办呢啊？宅基地第一个你得有土地啊，你得有土地指标啊，因为我们现在土地指标控制的非常非常严格啊。但是你拿到了这个传统村落啊这样一个头衔啊，它是有土地指标奖励的啊，这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大家申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对吧？因为你只有了土地指标，你才可能建新房，才可以做一个空间的腾挪啊，才有可能啊。那么回到每个村来讲，那个土地指标又会很少的啊。那新光村它是把它四个周边的村的这个土地指标集中啊来发展啊，它有十五亩地啊，所以就放在了河的左边啊，大家看一下河的左侧啊，是一个新村。那四个村。那它不平衡呢，对吧？它有的村在很偏啊，有的村在比较中心啊，那怎么办呢啊？所以他们做的很巧妙啊，就把河边最好的一块地，沿河的啊，最好最适合开民宿、做商业的地，拿出来做四个村的共享公共的一个做集体资产啊，这块有政府统一投资，然后呢，
它的产权是四个村共同来分有的啊。这个根据它的那个，他们有个分配办法，比如每个村平均25%啊，当然不是完全平均的啊，就是。实际上也是政府通过这样的方式给四个村一下子注入了一个集体的一个资产啊，然后呢这样四个村它更有动力来进行连片的发展，对吧？不然的话人家凭什么比如说那个很偏的村他愿意把土地指标捐到放到新光村来建设呢啊？所以这是政府在背后啊，我觉得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点啊，就它可以统筹啊。那么新光村就是这样一种方法啊，就把最好的建设用地是做公共设施，然后让四个村来集体共享啊，来共同分享啊，将来开民宿做商业的这样一个利益的一个啊一个获得啊，所以我觉得这是背后大家看到的啊，村落这种保护背后，我们政府做了大量的一个啊，我讲一个制度上一个精心的一个设计啊，其实我觉得放在全世界来讲啊，可能都是具有创新价值和意义的啊。第三个啊，这是我们在张五的一个更新方式啊，刚刚讲过啊，就是我们有浦江有松阳这种旅游资源条件的村落啊，还是很少很少的啊，大部分村就是有那么点特色啊，但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啊能量来吸引多的游客啊，还是村民自己在居住啊，那这种村怎么办呢，是吧？其实我觉得他就是没想村民自住，其实也挺好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村里头啊，就是大家看一下，我们建了很多很多啊这种小微设施啊，但它不是民宿，是吧？它是垃圾处理站啊，是我们的卫生院啊，是公共厕所啊，是一些小的啊这种啊地方的公益的一个展馆啊，或者一个小卖部啊，都是服务村民日常生活的这样一些基础的设施啊。确实啊，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啊，村里条件真的很好了啊。前一段时间那个南京大学那个王娟老师去村里看啊，他觉得很惊讶，对吧？在这么一个相对偏的村子里面，这么好的公教设施，这么好的卫生院啊，包括垃圾处理得这么完善啊，确实啊，他觉得很惊讶啊，很惊讶啊。我到可能会讲一，时间关系就会讲一点点啊，我们的设计啊。第四个就是讲我们福建啊，平南啊。那平南的我们讲传统村落保护啊，其实他们我们可以简单一句话概括，是一个艺术家介入的一种方式啊。平南有很好几个村啊，好几个村啊，大家可以你可以如果去福建的话啊，在宁德啊，在平南啊，他有几个很有趣的人物啊，就是几个艺术家啊，我不知道他们正好是各种扎堆了一样的啊，有一个叫这里写的林振禄啊，还有一个叫陈美信啊。陈美信是个瑞典籍华人啊。那今天这个讲的比如有一个叫林振禄，他是一个艺术爱好者啊，也是当地本地人啊。他提了个概念啊，叫人人都是艺术家啊。但这个其实不是他提的啊，我们讲那个 Boys 德国人啊，那很早就提出来了啊，他就人人都是艺术家啊。当然他是从那种艺术的那种创新啊变革啊，他提的观点啊。那这个林振禄在那里做什么的啊？这都在传统村落里面啊。就他觉得最重要的，我们不是先去什么修房子啊，他觉得最重要的是激活当地的人心，本地的人心啊。那通过什么方式呢？啊，他就通过画画啊，因为这个林振禄他喜欢画画啊，他想是原来受过一点艺术的训练啊，后来去办实业啊，对吧？挣了钱啊，后来回乡成为乡贤啊，教村民画画啊。然后他是叫村民啊，就从小朋友啊，从四五岁小朋友一直到教到80多岁的老人啊，来画画啊。他其实也不教啊，他就很好玩啊。他说画画很简单啊，他就提了几个要求他的要求跟我们美术老师、跟我们建筑系老师上课完全不一样啊。他说什么要求？第一，你一定要把画布画满啊，他是用丙烯颜料去画啊，把画布画满啊。然后第二点，他说不要管画的像不像。你根本不用想画的像，你就凭感觉去画啊。第三点啊，他绝对你不能看你的同学，看你旁边别人怎么画的啊，你不能临摹人家的啊，不要临摹啊。然后最后一点啊，一个很小的技巧，他说啊，就是在画画的时候啊，就在明暗交接处啊，那个暗的地方要微微发亮，对吧？其实就是我们讲三面五调啊，你要有点点反光啊。我觉得他讲得很直白啊，那村民一下就理解了啊，就去画画啊。确实啊，一下子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啊，村民确实很愿意参加啊。
有很多老人啊，特别很多一些有一定啊这种智力障碍的老人啊，他们也去画画啊，通过画画，哎，他们好像找到了一些生活的乐趣啊，加上各种机缘巧合啊，那些很多画就卖出去了啊，一幅画可能200块啊，100块啊，我去都买了几幅的啊，整个那里集聚很多人呢啊，就是很多年轻人啊在那里教村民画画啊，后来每个人认领一栋房子啊，修复房子啊，就这里有点像民国时候这个叶阳初他们做的一些事情，是吧？就是先去复兴乡村的那个村民的精神，让村民对他家乡的那种文化感到自豪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领政路啊，这种艺术家啊进入乡村一种方式啊，他不是先去建房子啊，先去激活本地村民的啊他的一个人心。那第五个是我们讲那个福建的那个猪头寨啊，在永泰啊。那么这是一个我们讲中国啊，我觉得一个代表，就是以一个事件它来倒逼我们很多事情的一个推动啊。这个确实很成功啊，这是我们乡村复兴论坛的一个站点啊，就是我不知道唐宁有没有去啊，可能应该也去过吧。离福州很近啊，在永泰的那个边上啊。在一个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面，大家看一下右上的两张图啊，右上左边是修复前一个庄寨啊，所谓的庄寨就是介于这个大厝和土楼之间的一种状态啊，像个中国式的城堡啊。一年半的时间，一个几乎坍塌的废弃的一个庄寨啊，修得焕然一新啊。当然，其实它周边还有很多环境的整治啊，整那个整治啊。右下是一个夜景啊，其实那次会议非常的成功啊，因为我去参加了啊，也去做了一个报告啊。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中国式的，但也包括世界的一种方式吧。我们讲一个重要的事件，它是作为一个倒逼，是吧？啊，重要事件它其实也是生产力啊，就像杭州啊，其实我们的 G20 啊，杭州一下子我们跃升了一个等级啊，那接下来的亚运会是吧，也让杭州的基础建设啊，比如地铁的建设，我觉得至少提前了10年来完成啊，所以这是我觉得乡村振兴的一种可能性啊。就假设我们在这个村里头要开一次会议啊，可能一下子啊，这个村会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啊，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啊，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这种也是一种方式吧。第六个啊，也是最后一个啊，我们讲的在安徽的一个经验啊。安徽的经验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北大其实一个教授领衔的因为北大一个叫卢林辉老师他是这个前三万人就这个万箭村就是前三的当然具体在做是中规院中国城乡规划研究院因为他们当时希望想服务社会嘛就跟安徽住建厅去进行这个合作住建厅就推荐两个村，一个是鸡西的上村，一个是那个前山的万箭村那个上村那个竹棚就是清华孙永老师设计的就是在上村里面那跟前面不同我们想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我觉得是一个社会学家领衔的构成一个专家团队，大家看专家团队来自构成很多元那社会学家进入到村落里面去他第一件事情也不是修房子，他是先是做组织架构先去做合作社就先组织愿意参加合作社的村民团结起来把所有的你的资产主要是土地、山林、农田流转在一起来共同的经营因为他们很觉得这个组织建设是最重要的我们讲所谓自下而上，对吧？只有这个强有力的一个经济合作社的组织才有可能带来一个真正的一个经济的发展因为我们背后有一个原因经过这么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改革开放其实我们乡村的那个村集体已经非常非常弱化了因为村民什么事情都自己他经营对吧那个合作社其实很松散所以那社会学家进去之后说最重要的是要我们先要做合作社合作社成立之后再来开始我们去修老屋去把闲置的村里的资产做成民宿来发展地方的一个产业所以你看到这是他讲以村民为主以机制建设入手
来进行这种传统村落保护和乡村振兴的一种方式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我们讲啊，回到华东片区啊，我们看到的啊，值得分享的总结的一些实践或者叫探讨啊，有的叫路径，有的叫模式啊，有的相对成熟，其实有的还在探索之中啊，探索之中。那今天我们回到第二部分啊，第三部分啊，我们讲讲哎，这背后到底有哪些问题，对吧？就是在传统村落保护中又如何来进行回应啊？其实问题会非常多，对吧？我们讲第一个问题啊，其实就我们大家可能意识不到的啊，就是土地指标啊，土地指标啊，可能涂总有切身的感受，对吧？你村里要建房很难呐 啊，村里建房很难啊，一个是你没有土地啊，有土地你也不一定能用，对吧？因为我们土地是非常严格控制的啊，每年我们土地是计划的啊，一个省一个市你只能用多少土地。然后这个土地首先要先保证城市的用地，城市要搞工业啊，对吧？然后回到乡镇，你先要保证那个镇区的建设啊，然后最后留到村里能用的是很少很少的啊，对吧？所以土地指标怎么解决啊？这是几乎是个很难破解的啊。那传统村落啊，你拿到这个 title 啊，这个头衔，你会有一定的土地指标啊，但土地指标相对也不太多啊。所以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浦江，对吧？新光村它的一个实际案例啊，它是我们讲啊城村连片发展啊，我们现在也在推行啊，但真正连片是很难很难的啊。就像我们经常讲说，大家要合作，要怎么怎么样啊，但真正到操作的时候是很难啊。那背后浦江它是政府的介入啊，它把那个土地集中，然后背后最好的地我们是拿出来做公共的资产，让四个村来共享。对吧？这个只有政府的，我们讲乡镇的啊，他来统一协调才可能做得到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浦江的一个对应的一个方式啊。另外一点啊，就是把土地指标集约起来啊。我们在泥水啊，在松原上面有一些这样的啊，就把它土地指标集约起来，用到一些重要的一些大的一个设施的建设啊，通过这种示范的有影响力的工程来带动一个乡村的一个发展。那第二个啊，就是问题啊，就是我们讲村民对于人居环境改善的啊这种强烈愿望啊，但和另外一个我们讲传统村落保护啊这种风貌管控之间的一个矛盾，对吧？一旦你进入传统村落啊，你是会拿到钱啊，也会有土地指标，但你会带一个紧箍咒，对吧？像我们三峡豹一样的啊，你可能都不敢动啊，也不能动，不敢随便动，对吧？那我生活要改善怎么办呢？所以这是很两难的啊。那么在前山万简村啊，包括上村啊，中国院记录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啊。他们就是重点就关注这些老人和儿童啊，因为他们会发现啊，其实不用去调研啊，你发现啊，因为老人去世的时间啊，很多是在冬天去世的啊，因为年龄大了之后啊，你冬天怕冷嘛啊，因为老房里面夏天是不太热的啊，但冬天很冷很冷。所以很多老人呢因为冬天太冷其实他会去世会多一点那老人很重要的原因是洗澡是问题所以当时就是肯定他们在万简村这个村里面就做了很多这种我们讲这种一个模块化的这种装配式的这种可以洗澡的卫生间他放到做一个盒子放到老房子里面去这样对房子是个很小的一个介入不影响房子的外观，但能够改善老人的这样一个冬天洗澡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这样其实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一个主意了。其实这个也不贵，是吧？一个卫生间可能就是便宜的看有大小的最小的可能不到10000块钱其实你只要在院子里挖一个这样一个我们讲一个化粪池，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是一个点通过一种小的这种装配式的布品装配式方法来改善在微观层面改善他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条件所以这是我觉得值得借鉴的。第三个讲这个基础设施，对吧？这个是我们普遍的你像我们通路三峡豹，其实我们交通也不是很好，对吧？我们三峡豹那个半山腰有一组那个土地师跟我们讲，那有一座闲置的农房，准备做民宿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做民宿，你车起码要开到它的附近但其实你是发现是很难的，很难的
啊，所以这种基础设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约啊。但现在其实有了很大的改进了啊，我们讲特别网络的发展啊，有了很大的改进啊。第四个啊，我们讲文保单位啊，就是这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尴尬的处境啊。我们现在很多文保建筑啊，特别国家国保、省保啊，其实都修复得很好了啊，因为这个是有资金保障的啊。但修好之后如何用是个难题啊。我们在 不仅在松阳，你在安徽，在福建，都是看到很多这样的现象啊，房子花了巨资啊，包括我在那个张吴村呢 啊，我们刚刚有几个老房子啊，就随便一个院子修都是300万、500万，修得很好啊，但你发现最后没人使用。对吧？因为它不能够使用啊！一旦是文保之后啊，可能县保会稍微好一点啊。一旦是省保，你几乎都很难真正去使用它啊，使用它啊。所以像松阳那个三庙啊，就是如果大家去松阳啊，就是刘家坤老师设计那组房子啊，它是文庙、武庙那个片区啊，它能够那么介入啊，那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啊一些个案。啊，背后我觉得是有清华大学，是有刘家坤老师他们做背书啊，当然还有那位我们敢担当责任的县委书记，对吧？有各种原因的啊，但我觉得对于大多数项目来讲，不太有这样一个条件的啊，因为文物用起来有很多限制啊，当然现在文物局出了一些政策啊，说这种文保是可以适当的利用啊，虽然有这样一句话啊，但真正还是不敢随便用，因为谁都不愿意担这个责任，是吧？那这种房子修复的怎么办呢？对吧？因为那些庙啊，其实庙里现在已经没有了神，是吧？没有了啊，那你它也不能再作为庙，是吧？你到底怎么用啊？所以这是个难题的啊，但我相信，我觉得将来这个一定会要破解的。所以那第五个问题啊，就讲那个村庄的一个本土化运用的水平不高。因为我们村里现在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吧，年轻不多啊。刚讲那个松阳那个上田村是吧？原来本来书记设想的很好，说整个村的那一组民宿，整个运营都是由村里来运行，啊，他们经营了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发现是不行的，啊，所以后来还是交给从上海来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团队，啊，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啊，还是要借助要引进专业的团队啊来做专业的事情啊。当然还要用很多社会的公益的力量啊，让他们共同来参加，啊，第六个问题啊，就是还是保护资金的那个短缺啊，这个非常的严重啊，因为你像我们生产报啊，刚才涂律师讲已经花了2000万是吧？啊，来做基础设施，做一些老屋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修复，让它不倒啊，但这种可能我觉得要真正像我们生产报这么大的规模体量啊，你真让它得到真正。把房子修复估计还得要可能2000万甚至更多的钱啊，可能它远远不够啊，因为现在知道大家修房子啊，工匠是很贵的啊，可能1/3钱是工匠啊，工匠的钱啊，我们现在一个工啊在杭州郊区一个工啊，就一个工匠木工干一天可能400块啊，更牛的木匠可能500块都有的啊，你还得等他的那个档期啊，所以这个资金短缺是个严重的问题的啊，严重的问题啊，所以需要可能更多的一个社会力量的一个介入啊。所以我们村的保护背后啊，我们讲一个问题还很多，挑战很严峻啊，但我相信我们很多在座的年轻的我们的老师和同学来参与这个事情啊，对吧？就会有希望啊。好的哦，最后快速讲一下啊，我个人的我们讲一个。做了一些工作吧，讲一个案例的啊，叫微观的观察与改造的实践啊。这个就讲我在的在过去10来年啊，我们在长期跟踪啊，参与实践的一个村啊，在叫浙江樟木村啊，距离杭州啊开车1.5小时的车程啊，整个是一个山地丘陵的这样一个地貌啊。大家看这个房子啊，几乎。全都是最近30年啊，或者80年以后建的啊，这些房子只有30年啊、40年时间啊，甚至更新啊。但它依然也是第3批还是第4批的啊，国家级传统村落啊。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保留了啊这样一个街巷的空间格局啊，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啊。就我们讲以前做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古村落那个系列啊，都是选的最好的啊。啊，我们刚讲什么宏村
啊，什么浙江南浦江那些南溪江的一些村落啊，那种村是很少很少的啊，就大部分村我们说是这种啊，它不是那种全面的啊都好的这种状态，但它是单项指标好的状态啊。啊，我们现在国家越来越保护啊，这个就是典型的单项指标很好，这种街巷格局非常棒啊，所以它有一个你在里面走有非常浓厚的、啊、一个这种传统村落的一个风貌。当然最早我们也是做这种立面的整治啊，这是我们给它啊规划设计，后来建上面是原来的啊，上面是建成后啊，底下是改造后，底下是改造前，是吧？你看原来就是杂乱无序的啊，进行一些改造。包括这种街巷的这种空间的一个提升啊，所以最早是做这样一些事情啊。那么后来慢慢的啊，我们其实从这个村啊就延伸到周边的村啊，整个叫张吴镇啊这个里面有六个村啊。那么在过去十来年的时间里面也是这种我们讲它背后也是要连点成线成片发展啊，然后这六个村也成立了一个叫强村公司，跟张吴很像啊。大家分头入股就是一起来开发一些项目一起建绿道一起建漂流每人有他们有股份的但其实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挣到钱没有挣到钱，都是政府在不断的投入不断的投入但这个投入期间我觉得做了很多事情就是盖了很多公共的小微的公共设施我们其实现在更多了你现在也还在建这里面大家看，我们没有跟可能跟松阳前不太一样，没有做太多的这种，它没有民宿因为它有民宿，但发展的都是很一般的不太好都是大量的我们讲都是公共基础设施，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有卫生院垃圾处理站煮酒设施村委会桥对吧，小卖店都是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这样的设施因为我觉得对村民来讲他们反而这个对他们讲是更加重要的，对吧？我们讲村子不是为游客服务的对绝大多数人来讲不是为游客服务的，还是村民自己的这些房子今天不讲了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形态其实都不一样，对吧？它还是很现代至少是很当代的当代的材料建造的一个方式因为这么小的体量，是吧？你即便再奇怪，你放到村里面去它都会消隐掉，对吧？其实我觉得传统村落里面它其实不拒绝这种我们讲一些新的一些建筑你像我们徐轩老师住那些房子，是吧？每个都不一样很现代其实但放到村里面，你觉得也很合适很合适因为关键是背后是一个尺度和色调材料。然后我们2019年把这些房子挑了几个出了一本书就叫来自张吴的消息大家看这个英文标题叫做News from somewhere called 张吴为什么会取这样一个标题了其实这个是有点借鉴我们讲就是 William Morris 这本书它叫来自乌有乡的消息叫 News from nowhere 我觉得翻译的非常中文非常棒叫乌有乡消息，对吧？其实它有点乌托邦的一种想象这本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如果没看我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很薄的一本书一个小册子这本书是很早写的叫 William Morris 是一个天才般的人物大概在1850就是他的缘起他是个富二代应该富恩代了家境很好多才多艺聪明过人大概1850年去看那个伦敦那个水晶宫的世博会他看到那些展品他觉得俗不可耐忍无可忍，对吧？那一般人看完就完了那他回去之后就创办了公司进行设计来制作那些工艺品做图案的设计去做那些比如说这种很多服装地毯窗帘大量的工艺品做得非常牛非常牛同时他也是个作家他写了好几本书那这是他其中一本乌有乡消息他在探讨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在探讨说到了共产主义时代人为什么要工作，对吧？这是我们小时候大家都会上政治课都会问那个问题我小时候都觉得共产主义时代说那个时候好像我传的里面
我们是按需所趋是吧，好像你不需要工作了啊，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对吧，但其实我觉得那个是个非常表面化的一个理解啊，但他们在1870年啊，多少年了啊，150年以前就要谈这个话题啊，他上写了一个寓言故事啊，说人为什么要工作啊，到了共产主义时代是吧，物质极大的富有是吧，我为什么还要工作了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你为什么要工作，对吧，那里面有一个智慧的老者啊，他讲他是一个对话的方式，一个年轻人跟一个智慧的老人一个对话啊，智慧的年轻人问老人啊，那老人叫哈德蒙德啊，哈蒙德，老人跟他讲一句话啊，说劳动的报酬就是生活啊，这还不够吗啊，就我不知道那个陈新钱妈妈到底什么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我是看这句话我就非常有震撼的，对吧，劳动的报酬就是生活啊，这还不够吗，确实是的啊，其实对我们在座的我觉得几乎所有同学来讲是吧，生活几乎没有任何问题啊，你即便不用去找工作啊，你就靠你的父母的那个资产啊，你足以生活啊，我们要注意生活啊，你为什么还要去工作啊，为什么还要不辞辛苦的跑到这里来啊，进行这种传统村落的这个调研参加 workshop 对吧，其实你是在寻找你自己的生活啊，或者寻找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啊，所以我觉得看这句话对我是很有触动的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情是吧，为什么要那么辛苦的做这样一件事情啊，其实它让你过得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啊，就是你辛苦的背后可能有意义是吧，你越辛苦你享受的时候越加放松啊，所以它是个一体两面不可分隔的啊，所以我觉得回过来讲啊，大家看一下，我觉得那个藏物对于我来讲啊，至少它在某种程度上拯救了我自己啊，让我找到了好像啊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啊，我想这个可能也许这一点跟我们所有的在座的同学老师啊可以分享。那我们其实做这个事情的方式啊，有一个理念啊，就是说我真正我做一个专业者啊，你要想在村里做点事情啊，或者设计让村民满意的房子啊，你一定要成为那里的人，你要了解那里的事情啊，所以当时我们给自己的目标就是要成为那里的人，对吧？那如何才能成为那里的人呢？最好的方式就是住到这个村里面去啊。我们在这里挑了一个选的一个村里的被废弃的房子啊，把它进行改造啊，做我们当地的工作室啊。这个房子位这个巷子的近端，要上一个台阶，两层楼啊，然后有这么一个很破的一个房子啊。大家看这个房子很特别啊，一半白的，一半是水泥灰，屋顶也是一半水泥瓦，一半小青瓦啊。所以很显然，这是两兄弟啊。他们每人两间，然后右边是府房，是他们的厨房，每人一小半啊，没有卫生间啊，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显然不适合他们日常的生活啊，所以他们就搬到新村去了啊，老房子就荒在这里，那我们把它租下来啊，这是改造前的一个状态啊，我们可以快速看一下啊，这是改造前后的一个平面的一个对比啊，今天重点不是讲房子啊，有一个很大的树啊。这是改造后的一个景观啊，这是院子啊，这是房子啊，这个地面的瓦就是刚刚屋顶上那个水泥瓦，我们把它取下来啊，因为原来屋还是换成小青瓦啊，这个水泥瓦把它切成三等份啊，铺在地上啊，这些红瓦有些瓦就作围墙了啊，这是里面的一个做工作的一个场景啊，有个小的阁楼，后来加出来的啊，这是晚上一个夜景啊，晚上整个那个村子虽然都很早啊，一般大概9点钟10点钟村子就都黑掉了，只有我们这个院子还灯火通明啊，重点讲的是后面啊，我们讲一个改造背后故事，实际上是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一个重塑啊，通过这个房子啊，第一个关系是你建筑师和和工匠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工匠是不看图的啊，我们经常给工匠来请工匠做事情啊，工匠就一个要求说，让我看图，这活就不干了啊，你让我干啊，就让我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来干这个项目啊。那另外方面其实主要村里的那个图纸它是很难，是某种程度上是无效的啊。你看这堵墙啊，刚一
揭开这个墙就倒了啊，因为这房子是个外面夯土啊，那面里面是木构的一个结构的方式啊，所以只能拿了一个砖把它补上，对吧？那你这个图上根本你无法预测啊，你不知道啊，啊，那真正施工的时候是就很多放样直接在地上啊，按他们啊师傅这种直观的方式啊，这条砌土墙，中间是走道，其实右边就是那个卫生间啊，就是现场就是我们这种笔画啊，所以用他们一种工匠的理解的方式啊。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我也在发现事情啊，经常我们经常会讲啊，专业人员讲说现在没有工匠精神啊，村民没有工匠精神，或工人没有工匠精神，其实我觉得多少有点道德的绑架，对吧？其实所谓工匠精神呢、啊，我觉得是你的雇主和工人是不是之间一种良性的关系啊，当关系是好的时候，他自然会有工匠精神，对吧？这个背后你要雇主要相互的信任，要提供足够的报酬。啊，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很小的实验啊，那我就对个工的人是绝对的信任啊。当然之前我们有合作的基础，因为其他有项目的合作啊，所以我们本来就是朋友，非常的信任啊。啊，我让他决定几乎所有的事情啊，然后我先给他付钱，对吧？先把钱付给他啊，然后你用完之后只是给我个清单就可以了啊。所以是一个很好的关系的啊。所以其实工人干活啊很认真啊，但另外一个很看着有点伤心的啊，干活的都是几乎60后60岁以上的这种老人，是吧？就是那个工匠也是个大概50多了啊，带了一群60多岁的老伙伴啊，都是我们那个邻居啊，左邻右舍一起来干活啊，但他们非常认真啊，非常认真啊。所以最后完了之后，还给了我一个非常没错详细的清单，你可以看一下啊。这是因为是比较早的，20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工还很便宜，你可以看到啊。左边是一个工匠一天多少钱啊？那个余师傅啊，是木工，他是最贵的，干一天280，啊，现在涨价了啊，现在一天至少要400块了啊，啊，下面也是木工250，对吧？然后呢，这个150是小工啊，所以小工就在工地上拎水泥砂浆的啊，啊，所以你在村里干活，你要知道工匠一天他们需要多少钱，啊。所以建筑师啊，规划师啊，你不能只是会画图啊，你要知道一个工干一件事情大约需要几个工，这个工啊，一个工是多少钱啊，这个是建筑学同样一很重要一部分啊。我们讲你只有这样才能判断一个事情它是否能够干成啊。然后右边是各种材料啊，它的价格是吧，你可以知道一块红砖多少钱，一块水泥砖多少钱啊，水泥砖可能比如1.5毛啊多少啊，而且它每个月还会涨价啊，会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你，我觉得被我工人给我的，给了厚厚一本一个清单啊。当然我讲更多是我们讲一个改头中啊，村民之间他相互的一个博弈啊，或者合作啊，村民间当然是有合作的啊。你看我们这个房子啊，很重要一个缺点啊，或者弊端啊，它就是车不能到达，对吧？车只能开到我们刚才大家记得有那个台阶嘛啊，而且那个巷子很窄啊。那我们这个房子施工肯定这个车要能够到达啊，或者尽量接近是吧，你运输物资才会方便嘛。那我们就找这个路啊，这个路大家看一下，红色这条路啊，要那发现只能开到那户人家啊，到虚线啊，这个地方要搭个临时的便道啊，就是木板搭个临时便道啊，虚线基本上是一个略微往下坡走的啊，然后到达我们这个院子啊。但中间有一个问题啊，就你要穿过那户人家的院子啊，在他院墙上要开一个洞，对吧？这是很一般情况很难的啊，说我要从你家门口经过还要开一个洞啊啊。但是因为正好大家看刚才那个工资排最高的那个余师傅啊，他家就是那户啊，所以跟他去谈话他就很开心啊，因为本来这个大家都工匠跟他很熟啊，然后对他来讲干活这么多年也是可能第一次离家一分钟就可以到工地的啊，这一次机会啊，他我们的房子很近啊，所以他就很愉快就答应了啊。所以你看到村民之间他是你基于当地人的啊这样一种合作建造他就能解决啊，但如果你是个真是个资本啊，你跟他不熟悉跟他去谈他可能会拒绝是吧，你给他钱他都不一定给你开这个门啊，但因为基于村民来讲他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包括这次我们为什么也很有幸请到我们的涂律师是吧，涂总来这里带我们参加这个 workshop，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涂总他在这里长大的啊，是吧，他村里那老人都认可他是吧，都熟悉他认可他，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经常讲说没有本地人参与的这种乡村传统村的保护啊，它是不可持续的啊。
这是他们很有趣的啊，这是材料这左边是运进来是吧，右边是运走啊，他们也会打做了一个滑滑梯啊，把一个材料这样滑下来啊，所以工匠是很聪明的啊，很聪明的啊。当然我们讲更多是博弈啊，我们这个房子其实建造时间花了前后花了将近大半年啊，将近一年的时间，但是大部分时间是停工的啊，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施工啊，就是会来自邻居的反对，各种反对啊，包括我们的后面邻居不让我们在房间里面盖厕所啊，因为我们这个房子施工的时候啊，这个邻居每天都来看啊，那些老人每天都来看啊，房东每天也来看啊，因为生怕我们把房子改坏了啊。那当有一天我们在开挖，因为厕所你是要地面要下沉的呀，你那个你要我们挖下去30公分左右的啊，你要埋管子对吧？啊，那后面邻居一看，哎，说你们为什么在开挖？我们工匠师傅跟他讲，我们这要修个厕所。我们后面有户邻居啊，大家看那个夜景图啊，强烈反对啊，他说你不能在这建厕所啊，说这样，我们说为什么？他说这样会，他能说这样他能闻到味道啊，说影响他家的风水啊。他说你看我的门对面看过去啊，前面房子是个卫生间啊。但是我们觉得不可思议是吧，我说如果你都能闻到味道，我们在你那怎么生活，我说不可能闻到的啊。但其实后来去他，但他就是不让施工是吧，天天就是在这里阻挠我们啊，各种方式阻挠我们不让我们施工啊。后来当我们中国我们有还是会想我们就找组织啊，找村干部啊，就找他的儿子啊，他儿子是也在城里工作啊，他就会跟我们解释啊，说其实是因为他们邻居之间啊，就他的父亲跟我这个房东之间在过去的各种恩恩怨怨啊，其实他是对我的那个房东的一个强烈的抗议啊。但后来因为在各方面协调一下啊，就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啊。那后来我们很重要还有一个事情，因为要修个化粪池对吧，因为你原来没有卫生间啊，现在是新加入卫生间需要有化粪池。化粪池选择最好的是 A 这个位置啊，因为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左边是两个卫生间，四是淋浴，五是那个厨房。所以最好的最合理的方式是放在 A， 它离我们的厨卫最近，而且 A 的地势最低对吧，但是 A 的地块的这个归是我们上面那户邻居的啊，他强烈的抗议，他不同意啊，问他谈啊，他又讲了我跟那个邻居跟我邻居之间的各种恩怨纠纷啊。后来说放 B 是吧，放在我们家院子里面啊，这个房东自己强烈抗议啊。后来放成 C 啊，房东说 C 这个位置可以的啊，说 C 是他们家的啊，这个地可以用。那没有选择对吧，我们就放成了 C 啊。所以你会发现啊，村里很多事情一个决定不是因为它最合理，是因为它各方利益博弈之下啊，相互制约下啊，它最适宜对吧，或者可实施啊，所以这是村里的一个特点啊，它不是个简单的一个技术的问题啊，它是各种前后邻里相互制约下的啊一个结果啊。就像我们山下报啊，那个我们土律师跟我们讲啊，说为什么风貌保护的很好了，其实背后很重要原因就是它产权非常的复杂对吧，同一个房子啊，它属于 N 个好几户人家对吧，你几户人家不可能很难达成共识的啊，你说我们拆了重建啊，那就是因为相互的制约啊，它反而保护了这种风貌的完整性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制约它是一个双刃剑啊。包括这个三墙大家看一下啊，原来出院这个已经锯了啊，其实啊这个物价刚刚做好的时候啊，我们前面的户邻居就跑过来强烈抗议，说你这个粗条太多了啊，说这个雨水会淋到他家的菜地。哎，我说这个淋点雨水不挺好吗？我说原来就粗条就这么多啊，我们只是按原来那个方式来建的啊。那个邻居说原来就不对是吧，我已经忍了十几年了，这不能再忍了啊。那我说好吧，我说你看我们能盖到什么地方啊，后来就变短了啊。所以你看到村里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啊。当然对我们来讲真故事很多很多啊。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工作仓促的改变，带来不一样的工作的方式是吧，让我们看见不一样的生活啊。大家经常讲说我们的建筑会有问题啊，其实背后是我们的工作方式是有问题。
好了，后面我们就快一下吧。所以我们会跟我们同学会在村里面会很多工作啊，很多是在现场院子里讨论，现场的这种调研啊，我们去体验。你种树啊，就是那位余师傅啊，那位工资最高的木工啊，就是我们邻居啊，我们经常要种树，因为你的工具是不全的啊，你锄头都没有是吧？你不可能为了种一棵树就去买把锄头啊，所以我会请他来帮忙种树啊。你垃圾你要收集，要跟那个师傅要黄工管黄工的这位村民要认识啊，因为你每天生活，你自然就知道了认识村里的人啊。我慢慢很神奇啊，就慢慢知道了认识了村里大部分的人啊，而且知道了每家是什么样的关系，是吧？知道这家的小孩在那里读书啊，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点啊。因为每天这里吃早饭啊，我们会去聊天，知道村里很多故事啊。村里平常也没有人的啊，也是个感觉像空心村啊。但是你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啊，村里非常热闹，是吧？我觉得Shanxiabao报可能也是一样的啊。所以经常讲，我们讲空心村，其实它是不空的啊，看你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对吧？平常是没有人，但你过年过节的时候啊，人非常多啊，中秋节啊，春节的时候啊。所以这些人背后他其实跟这房子有关联的啊，但我就看这个标语很有趣啊，村里面啊非常的霸气是吧，这是姐姐弟弟啊，写给姐姐的啊，写给我姐夫的啊，出去的时候啊，我们像去参加婚礼的啊，有些蹭吃蹭喝啊，写的是就我姐温柔端庄啊，若回娘家眼中有泪，身上有伤啊，定将你放置锅中炸至两面金黄啊，很好啊。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啊，就是我们以前看到的啊，都是村子的形态啊，像我们来Shanxiabao第一眼啊，印象深刻的当然是这里非常好的啊，保护非常好的，很有特色的啊，这种传统风貌的、啊、这种气象空间，这种和悦啊，那种砖雕，这种木雕是吧？但真正在你在一个村里住的时间久了之后啊，你反而出现的是这种大量的人物，对吧？我相信我们图里是图中他老公。可能更多的就是这些人物啊，人物的图谱，他们那种关系啊，兄弟啊，这种亲情啊，各种关系啊，房子里已经可能大家都已经慢慢的，反而不是最主要的了。我们突然发现也是的啊，过了很多年，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发现啊，我们慢慢脑中出现的啊，当想到张屋村的时候，它其实是这种各种各样的复杂的人物关系啊。我们讲熟人社会啊，但我们真正其实很少会去真正理解这些熟人社会，对吧？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带你唯有时间啊，需要时间啊，所以我们去观察，我们就看村里面啊，有民宿啊，有不少民宿啊，但几乎没做起来，但有一家就在这个仓鼠广场上的啊，这个叫不须归民宿啊，就红色那个点的位置啊，我们在想为什么它可以做起来是吧？或者有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客源。其实他的主人啊是当地的一个扇子厂老板啊，叫徐义民啊，徐志明啊，民宿他女儿徐淑菊在经营的啊，因为他开了扇子厂啊，每年啊有近期都有很多人来他厂里进货，对吧？他需要给那些进货人提供一个住宿嘛，村里没有更好的住的地方啊，或者他觉得太贵啊，所以他就哎，那我自己给你提供一个住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他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客源啊，就是扇子啊。然后就说，因为他自己是做扇子的嘛，做了个折叠的纸扇啊，所以他就开很多这种，他女儿开很多这种 workshop 啊，教游客、教小朋友啊，如何来制作这样一个扇子啊。然后政府也觉得，哎，说你这是个品牌啊，给他一个支撑啊。所以你发现啊，这个民宿背后啊，它能够生存啊，所以它背后是以民宿做一个网络啊，将村民将外来的。这个游客将这个扇子采集商啊，他共同啊这种交往啊生活的这样一个平台啊，所以我经常讲啊，说民宿啊，真正的民宿它不止这个住宿的地方，它是一个融合的地方产业与文化本地啊与外地居民的这样一个平台。另外村里我们会看一个老人啊，这是一个老叶啊，他在60多岁啊，没有结婚，一人独自的生活，和一只猫生活啊，开了一个小店啊。
但其实说仪器说是个小店，不如说是一个老人活动中心啊。我们去分析为什么会充满了活力啊，你会发现这些人他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来源的啊，什么王爷爷，什么什么于爷爷是吧，都来自周边的啊。其实他们之间大部分是没有亲戚关系的，就是邻居啊。OK， 我们跳过去啊，就是这个老叶这个有活力的啊这样一个场景的背后，它其实是一个稳定的一个社会的关系啊。如果这个没有这样一个稳定的社会关系啊，老叶这里也不会有人是吧。我们讲村里只有两个老房子啊，一个叫秀浦大屋，一个是金家大屋是吧，左边是市场啊，公司在运营，右边是一个老金家在经营的啊，左边几乎是空着的啊，这是花了500万修复的啊，他背后因为搬进了四户人家啊，搬进了好几户人家啊，房子修复可能花了200万，但搬迁啊花了很大成本啊，但一直是闲着的啊，但右边的金家大屋反而是散发了很好的活力啊，为什么呢啊，因为金家大屋是他本地人来是自己在经营的啊，金家的产权也很复杂啊，他本来是很多户人家的啊，其中有一半是老金家的啊，另外一半属于四户人家啊，那后来被村集体给收上来了啊，所以他产权应该是一半是村集体，一半是老金家。老金家呢在村的边上有一个农家乐啊，生意非常一般啊，他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啊，他们对老屋完全无感啊，但老金有一个女婿啊，就叫这个金家女婿啊，叫林科龙啊，对老屋很有情感啊，他喜欢收藏对吧，他有大量的收藏啊，那正好收藏需要一个房子来放啊，需要一个博物馆啊，所以他就把这个金家大屋整个租下来啊，二楼做他的一个博物馆啊，然后从这博物馆他就说，哎，正好那可以我们做点定制的餐饮对吧，因为他们家这种老金家正好有手艺啊，有厨艺啊啊，那么做一些定制的啊这种餐饮啊，果然生意就非常好啊，所以他成了一个私人的博物馆加餐饮啊加咖啡加酒窖啊这样一个小的一个综合体啊，所以你看啊，整个呈现出很强的一个烟火的气息啊，这是他的二层的博物馆啊，这种围炉煮茶啊，去年国庆节开出了他的咖啡厅啊，我们经常会带同学去那里去烤啊，去调研去聊天啊。那最后我们讲一个项目啊，快速的啊，我们讲怎么样啊，就是依托村民原有的啊这样一个关系，你去发现一个合适的项目啊，植入一个功能，让这个村的村集体啊村民变得更加的啊有邻近力啊，来激活他的一个乡村。所以这是一个小卖店啊，这是一个两水交汇点，原来一个小卖店啊，那我们在乡村整中有两种选择，一种把它拆掉对吧，就把它变成一个绿化景观，原来村里就这样想的啊，说这个很难看啊，也是违章建设啊，把它拆掉啊，做成一个景观啊，但是我们经过调研之后发现啊，这个小卖店它其实很重要啊，村里首先需要这个小卖店啊，另外一个这个小卖店其实也是村民交往活动的公共空间啊，就像我们那个我们村里的那座桥一样对吧，我们那个山下堡啊，它是这么一个是一个村民联系的纽带，我们觉得有必要啊。所以我们后来建议说，说这个村要保留，但拆了重建，但这个产权属于要村集体的啊，然后以很低价格，很低的价格还是租给原来的人来经营啊。但我们不希望它不只是一个小卖店啊，我们把最好的位置，那个桥那个两水交汇点啊，做那个公共的一个凉亭啊，一是小卖店啊，是一个小卖店加凉亭这样一个功能的构成啊。这是建成后的一个效果啊。所以确实成了村民一个这种活动一个点啊，他们村民会自发的啊搬着他们的桌子板凳对吧，这种喜羊羊白天有不少村民在那聊天我们的材料建造是一个非常当代的青砖混凝土的里面是个我们看一下也是很普通对吧，因为店主他其实无心经营，对他讲挣钱根本不重要他经营其实本来也很好对吧，他更多的是需要有一群跟他的老伙伴这样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活动空间所以回到最后我们一个结语我们今天讲传统村落的复兴其实我们会觉得传统村的保护它不仅是建筑的保护与修复尽管我们是建筑师是吧，建筑学专业我们的重点是保护是房子但回到传统村落关键是激活人心对吧，你怎么通过艺术的方式，你可以通过艺术的方式，可以通过这种组织建设的方式对吧，各种的方式
来复兴它。啊，另外一个我们通过一个建筑我的实践里看到啊，作为一个建筑师是吧，通过设计它是可能改善乡村空间的啊，来促进人与人的一个交流，人与空间的一个交流是吧，从而使得乡村更有活力啊，更有韧性啊，我想这个也是设计的价值和意义所在。然后在我们的乡村的工作中啊，我们讲啊，怎么找了一个合适的一个工作方法啊，那就是对于日常生活的一个深入的观察和体验啊，是理解乡村空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啊。所以对我们同学来讲啊，我们可能这个 workshop 只是一个开始，对吧？啊，如果将来真正要进入乡村，你需要大量的啊，我们经常讲一个长期的一个观察啊，或者一种长期主义的一种精神和态度啊。那最后一点啊，回到我们建筑学来讲是吧，我们说啊，在 AI 时代啊，我们觉得将来好像我们感觉现在我们做的很多工作都可以被机器啊，被 AI 所取代啊。但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建筑学啊，更多的啊，通过一种建造方式来介入生活，对吧，你去啊，来促进人与人的这种连接啊，让它变有更多温度啊，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建筑学啊能够保持一个持续活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好的，我就讲这么多啊。